在最新斗罗预告里，有谁注意到了这块地板吗？别看它只是一块地板，其中包含了诸多信息。在唐三抬头仰望的这个画面里，还有着天使神羽毛掉落，千仞雪城神乱也依旧掉毛严重啊。从唐三所占地面的信息判断，这里应该是海神殿外的地板。海神殿外出现了天使神羽毛，唐三抬头仰望，这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天使神杀到海神岛了。这真是我不敢相信的，天使神头这么铁吗？这是有多大的自信啊？直接来到了海神的主场与唐三一战，千仞雪怕不是疯了吧？这是加强了多少战力，才让天使神有自信去海神岛跟唐三一战？在原著里是唐三去往海边与天使神一战，而天使神知道自己可能打不过唐三，果断的飞向空中，要与唐三在空中一战。空中是他天使神的主场，天使神是在空中才有信心与海神唐三一战的。而动画的下集预告里，天使神明显是要与唐三在海神岛一战，这样一来那可真是热闹了，观战的人一定很多，也可能也不是在海神殿一战，也许只是天使神去海神岛找唐三约架，真正战斗的地方也许就是在海神殿附近，但这也是属于大海的领空啊。海神的地盘，在预告里的另一个画面里也能看到唐三与天使神确实是在海面上一战的。斗罗后续剧情的发展越来越扑朔迷离了。